原标题：钢铁侠 Mark Cleave 加拆甲基台可动合金手办高度可动性 Hot Toys 官方今天公布了2018年将强势推出的头炮产品钢铁侠2钢铁侠 Mark Cleave 1 6比例合金珍藏人偶单装及连同拆甲基台 Suit of Country 的珍藏套装升级登场。钢铁侠 Mark Cleave 的吸引之处是其机械流线感、结构与可动关节等都能完美呈现人体工学理念，因此 Hot Toys 此次特别根据钢铁侠2的电影造型与比例，采用合金素材制作，既能在骨骼关节方面做出全面强化，同时大幅度升级金属和重量质感，能重现各种在电影画面所看到的高难度肢体动作。整套以经典红金色精细涂装的装甲线条，结合更精确的身形比例，完美打造高约32厘米、多达30个可动关节的装甲素体，当中双臂、腰部和双腿关节同样采用了相应的技术，以提升可动幅度，高度还原人偶的可动性。此外，除了圆形的胸口反应器内置 LED 发光装置外，眼睛、掌心和手前臂上的飞弹位置等等更如角色设计般可透出 LED 白光和蓝光，胸甲采用可拆卸装置，背部多组扰流定风翼与小腿装甲更被开启功能，展现出机体内复杂的结构。头雕方面，除备有双眼绽放白色光芒效果的钢铁侠头雕，还额外附送一颗根据演员小罗伯特·唐尼肖像精心打造的托尼·斯塔克吉祥针头雕。最惊喜是 Hot Toys 更参照电影中穿上 Mark Cleave 装甲的托尼与 Randy Stonuts 一幕，特别附上一副红黑尖纹的太阳眼镜、一个甜甜圈连盒子和一个咖啡杯作为小配件。至于整套细致涂装上具金属感黄色和全新旧化效果的拆甲机台，是由九组独立机械臂组成，结合精密的机械细节和全面性的活动关节，每只起重臂架都附有可动关节及抓扣组件，抓扣组件植入了磁铁，可与同样附有磁铁的钢铁侠 Mark Cleave 人偶头盔和可拆胸甲等配件连接。同时，为了加强托尼于舞台上表演拆甲的气氛效果，地台上更安装了发光灯效，地台上的面板亦附有内置磁铁功能的黑色方格面板，可透过这台拆甲机台组装出各种精彩的1比6比例装置情景，让粉丝们能更投入到钢铁侠的高科技世界中。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款手办以及珍藏版的售价，不过从细致程度来看价格应该不菲。手办